的安以轩敬酒吗？才刚过完36岁生日的安以轩，去年9月举行生日派对，被拍到身旁有护花使者，正是香港德进集团总裁陈荣炼，两人还在酒店同住两晚。没想到事隔半年，安以轩15号在微博上宣布自己要结婚了。晒出婚纱照，安以轩开心宣布喜讯，而新郎官正是陈荣炼，写着1230天前闯进我的世界，花了810天认识你，决定要陪你吃到老玩到老，还称老公是小叮当，也称自己是陈太太，大方仁爱。男生就是很热烈的追求，那当然就是曾经就像之前的包装杂志里面有写到嘛，他就是一路从纽约追到巴黎到横店等等这样子，他们交往这么多的时间，可是他是到最后真的很确定的时候才就是公开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嘛。远赴意大利拍婚纱，请来名造型师 Roger 以及摄影大师林秉存操刀，不管是穿白纱两人相吻，或是被男方新娘抱，照片中安以轩总笑得甜蜜。15号晚间，经纪公司也发声明，陈荣炼苦追安以轩1年半，双方2014年底交往，当初安以轩好友安钧璨过世，也是陈荣炼默默陪在一旁，让安以轩深受感动。好友夏雨乔也立刻在脸书po文，恭喜他找到人生中的另一半，安以轩找到好归属，好友们都替他相当开心。谢振宗、魏景，台北报道。